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萝卜养生汤的做法，汤白如牛奶，营养又美味，不放味精也很鲜。先准备一个新鲜的白萝卜，洗干净以后切头去尾，然后再把皮削掉。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冬天多吃一些白萝卜对身体很有好处。接着把白萝卜切成片，尽量切均匀一些。切好以后铺开码放整齐，再切成均匀的丝。刀工不太好的朋友也可以用擦板来处理。 全部切好以后，先放盘里备用。准备适量的小葱，切成葱花。小碗里放适量枸杞，再加水浸泡。再准备几个母鸡蛋和适量的生菜虾皮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把锅烧至微微冒烟，再加入油润锅，这样在煎鸡蛋、煎鱼、炒菜的时候就不会粘锅了。油热以后，倒出再重新加少量油，单手打入一个鸡蛋。 刚下锅，先不要翻动，让底下定型。开小火慢煎，鸡蛋煎出来才均匀。切记不要开大火，那样容易糊掉。颜色金黄以后，翻过来煎另一面。煎好以后，把另外几个鸡蛋也放进去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开水，这样汤熬出来才够鲜，颜色也更白。开锅以后，先把鸡蛋熬几分钟，大火熬三分钟左右，汤已经比较白了。 把鸡蛋用勺子分成块，这样吃的时候更方便。中途把浮沫撇一下，这样汤喝起来更清爽。萝卜丝下锅以后，大火再熬三分钟左右。调味只需要加入盐和胡椒粉，胡椒粉加少量汤稀释一下，防止下锅以后结块。鸡精、味精都不用放，鸡蛋搭配白萝卜熬出来汤本身就很鲜。最后再加入虾皮和枸杞。 这个鲜味立马就上来了，再熬一分钟左右，汤就会变得非常浓白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这道汤菜配料比较简单，而且营养美味。萝卜还有健脾消食的作用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可以多做一点给他们喝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，点头像进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整鸡快速分解以及哪些部位不能吃的小技巧。先把鸡脖从根部剁下来，剁鸡爪要从关节上方，这样能保持完整性。有四个脚趾的，一般都是一年以内的鸡，口感比较鲜嫩。如果这个地方突出较高，说明是一年以上的，肉质就比较柴，不适合炖炒，适合熬汤。一年以内的这个地方比较有弹性，一年以上就会有老茧。喜欢吃鸡头的，一定要重点清洗一下鼻孔，不喜欢吃的可以直接扔掉。 接着把鸡脖上面的皮取下来，看一下里面。鸡脖里面有喉管和食管，皮上面还有一些淋巴组织，不建议食用，可以直接扔掉。把鸡脖从中间剁一下。鸡爪上面的指甲也比较脏，一定要剁掉。鸡屁股上面有一些淋巴组织和细菌，也不建议食用，切下来直接扔掉。从鸡翅根部位下刀，把两个鸡翅剁下来。鸡翅尖是鸡的淋巴结，也不能吃，一定要剁掉。 接着把鸡翅剁成大小均匀的块儿。所有零件全部下完以后，从鸡的背部下刀剁成两半。鸡腿根部是关节，从这个地方下刀更容易切下来。铁骨血去掉以后剁成长条，下刀要快准稳，这样就不会有骨头残渣。这一块是鸡的背部，铁骨血和杂质比较多，一定要去干净。而且这个地方基本没有肉，嫌麻烦的可以直接扔掉。鸡胸可以剁块稍微大一点，因为缩水比较严重。剩下的剁成大小均匀的块即可。 这样一只整鸡就剁好了，只需要两三分钟，而且没有骨头残渣。下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肉非常好吃的做法，还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吧，拜拜。大家好，天气凉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会做上一锅白菜炖豆腐，不仅做法简单，而且营养美味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，准备把红薯粉条加入冷水浸泡，冷水泡出来吃的时候更筋道。挑选白菜也有技巧，不同的白菜做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，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 第一种比较常见，个头较小，但是比较粗，叶子是包起来的。第二种个头比较长，稍微细一点，也叫麻叶白菜。看一下白菜帮，普通白菜颜色发白，麻叶白菜有一点发青。粗白菜水分较多，口感也比较脆，口感微甜，适合做酸辣或者爆炒。长时间炖的话容易烂。相比之下，麻叶白菜没有那么多水分，有少量筋膜，长时间炖也不会烂，叶子也比较绿，叶绿素含量相对高一些，炖着吃口感更好。 普通白菜连叶子里都是水分，炒着吃口感最佳。两种白菜从外观上就能很好的辨别出来，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哦。今天咱们用麻叶白菜做白菜炖豆腐，去根以后先掰成一片一片的，用多少掰多少，这样剩下的更好保存，也不会浪费。放到流动水下面清洗一下，冲洗干净。把白菜叶像这样从两边切下来。 把白菜帮从中间划一刀，再斜刀切片。直刀切的话比较厚，做出来口感不太好。切好先放盘里。白菜叶用手撕成大块，和白菜帮分开放。它俩的成熟度不一样，不要一起下锅。准备一块老豆腐，从中间切开，再切成片，不要切太厚了，那样炖的时候不容易入味。切好放盘里备用。一小块五花肉切成片，比硬币稍微厚一点。 用五花肉炒菜特别香，但是不要切太薄，太薄了炒出来口感不好。切好放盘里备用。准备大葱切成葱花，蒜和姜切成片，小料略微多一点。根据个人口味加一点干辣椒。粉条泡好以后用剪刀剪一下放碗里，加适量老抽拌匀。直接炖的话粉条不容易上色，这样做出来更有食欲。粉条也不要泡太软了，那样炖的时候容易碎。锅里放油，下入豆腐煎一下。 豆腐煎锅以后更容易入味，而且炖的时候也不容易碎。定型以后再转锅煎一会儿，煎至一面金黄以后翻过来煎另一面，全部煎至金黄以后盛出，看这个颜色就很有食欲。锅里不用再放油，下入五花肉片，把里面的油炒出来，炒至变色。接着下入葱姜蒜，继续小火炒香，小火慢炒，这样肉片炒出来口感更好一些。炒好以后加入生抽、少量老抽，激发出香味。 把肉片炒上色以后，先加入白菜炒至断生。炒至断生以后，再加入白菜叶炒一下。叶子有一些收缩以后，往锅里加适量的水，调味加入盐、十三香和蚝油。白菜和豆腐都比较吃味，盐要比平常炒菜多放一点。把粉条和豆腐下锅，开中小火，盖上锅盖炖至入味。 粉条炖软就可以，粉条很容易吸汤，留少量汤汁，防止出锅以后坨在一块儿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白菜、豆腐、粉条都吸足了味道，非常的好吃下饭，特别适合天冷的时候吃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，我们下期见。 大家好，很多朋友炸带鱼的时候，不是用淀粉、面粉，就是放鸡蛋，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只需要放一种东西，带鱼炸出来金黄酥脆，放凉了也不会回软，连鱼刺都可以吃。先准备一包带鱼中段，把鱼鳍剪掉。带鱼中段肉质比较厚，口感更好，处理起来也比较方便。一包里面会有几片带一点内脏，先用剪刀剪开，把里面的黑膜和内脏去掉，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来源。铁骨血也要去除干净，这样吃起来更放心。 处理完以后再清洗一下，带鱼上的银膜不要刻意的去刮掉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接着放到案板上改一下刀，这样方便入味，炸出来颜色也更漂亮。刀口不要太深，稍微均匀一些，尽量不要切到骨头。两面都改一下刀，改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接着加入葱姜、盐、胡椒粉、高度白酒。 盐一定要少放，带鱼不怎么吃味，最好不要放料酒，直接放白酒能更好的去腥，料酒的效果要差很多。葱姜用力抓一下，再翻拌均匀，抓匀以后腌制十五分钟。腌好以后挑去葱姜，把带鱼的水分攥干一些，这样炸出来更酥脆，也方便拍粉。这一步很多朋友都会加淀粉或者面粉，那样炸出来不够酥脆，还特别容易回软。 我们一定要加入生粉，用生粉炸出来口感更加酥脆。少量多次加入，双手上下抖散，这样拍粉更均匀。把带鱼身上多余的粉抖掉，像视频里这样就可以。锅里烧油，用筷子试一下油温，能快速的起小气泡就是四成油温。炸带鱼的时候，油温一定不能太低了，油温过低，带鱼就容易吸油，吃起来特别腻。下锅以后能慢慢的飘起来，有很多小气泡，油温正合适。如果带鱼比较多的话，可以分多次下锅，防止粘连。 完全定型以后再翻动一下，让带鱼受热均匀。保持中小火，慢慢的把里面的水分炸干。控制好油温，不要着急上色。完全飘起来，颜色微黄以后，先捞出控油。这个时候带鱼还不够酥脆，还差重要的一步。往带鱼上面倒适量米醋，翻拌均匀。拌匀以后二次下锅复炸。米醋可以让带鱼和鱼刺都变得酥脆。调到小火炸两分半左右。 慢慢的把水分炸干，锅里气泡变少，颜色变得金黄以后，捞出控油。带鱼这样炸出来，连鱼刺鱼骨都可以吃。掰开一个看一下，里面表面是酥酥脆脆的，里面肉质软嫩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这样炸出来放凉也不会回软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，我们下期见。